昆士兰67三亚站的比赛，70公斤级的超级战。首先出场的是来自荷兰的马罗恩杜托，今年23岁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。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我觉得杜杜呢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位选手，在昆仑决的安排之下，有了一个机会能够跟波球来交手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世界男子站立格斗界的超级巨星，泰国的文化象征，泰拳的象征，白莲王子波球。当今世界战力搏击界首席巨星波球，波球樊柴明35岁，泰国泰拳自由搏击传奇巨星，身高174公分，230胜，23负，12平，68次 KO， 昆仑决战绩8胜1负，1 KO， 1次 KO。看一下这场超级赛的对阵双方，马伦杜特来自荷兰，年龄23岁，波球樊柴明来自泰国，年龄35岁，双方在年龄上有着12岁的差距，在身高上有着15公分的差距，马伦身高189公分。
来访选手23岁的杜杜，来自自由搏击的王国荷兰，职业战绩35胜5负，7次 KO 对手。Introducing first,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, he stands 189 centimeters tall, age 23. His professional kickboxing records: 35 wins, 5 losses, 7 times won by knockout. Fighting out of the Netherlands, introducing Marwan Dudu. 红袍选手，大家都非常熟悉。8岁开始练拳，13岁登上了职业格斗的擂台，20多年打遍世界，拿下了无数的冠军，也奉献给人间许多许多传奇的战役。我们通过头型也能看到，前一段时间是太王的国葬，国丧期间播求作为僧人剃度出家，这是他还俗以来首次走上擂台。而且大家最近也可以关注播求主演的电影，他扮演的是华裔的泰国本土王朝吞武里王朝的创建者郑信的大将，叫做陈连。这部电影叫做《断剑名将》，是由播求主演的。下面让我们欢迎红方选手泰拳王子播求，这位亚洲格斗的象征 Momdan Jack Pratitai Kao Gaoku Superstar Kong Muay Thai Not Muay Thai Hero Indy Dwangrap 播求不吃嘞！有请场上裁判毛金宇。Hello. Okay, this is Kunlun fight kickboxing. Three rounds, 3 minutes. No hip, no elbow, no clinch, no clinch, and no takedown. Okay, touch glove. Good luck, blue. Back. 观众朋友您好，在下张太海，欢迎各位收看昆仑决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昆仑决亚伟。这是一场70公斤级的超级战，博球对马伦杜托。对，马伦杜托这次有点来者不善呀，在上一次的时候是战胜了名将戴维特奇利亚。对，这就是35岁的老将啊。有时候一个知名的选手达到一定年龄，有人就会说会不会是在耍小怪啊？我们可以查一下马伦杜托的战绩，刚刚在今年6月份战胜大胡子杀手戴维奇利亚，绝对不是小怪。而且波球这两年几乎应该没有说打过所谓的小怪啊。这个杜托的身高优势很差不差啊？15公分的优势啊。而且波球是在赛前不久啊，刚刚大概有一段时间的是出家哦，而且是剃度。对，所以这次头发刚刚微微长出来。因为正好赶上泰国国王的国葬，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影响波球的备战啊。波球打这个高个儿的选手在早期 K1 时期是佐藤佳阳，两战。一次是 KO 佐藤佳阳，一次是被佐藤佳阳 KO。 对，所以他其他的有这么身高明显的差距的对手没有那么多。对，大概在2个月前波球是在打了另外一场比赛，他的对手也差不多是大概有10几公分这样的是身高优势，而波球是获胜。看看这次的马伦杜托啊，而且在不久之前博球还把古拉宾在泰拳规则之下战胜啊。对，所以这个个都不是善茬啊。对，马伦杜托也是很灵活呀。博球身上的力量要比对方更足一些。对，高个选手啊确实是擅长控制距离，但在力量上就不占优了。对，而且波球这种近身内围的这种顺劲儿的带摔啊，我觉得已经炉火纯青了。是。刚才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这种动作。一旦贴身缠斗的时候，身上这种胶劲儿和本身的力量就会比较明显了。对。走好像没有说特别的发力啊。对，就是，好像一直在憋着用拳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熟悉波球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，波球其实它的重击跟 KO 率其实并不高。
国球在黑曼时期啊，前期呢就是靠纯泰的技术在打，就是纯泰拳去掉了肘，对，那后期时候的拳法有很拳法其实强化了很多，嗯，对，比如他 KO 佐藤佳洋那一次就是拳法 KO， 嗯，对，包括 KO 我觉得杜托心理上似乎有问题啊，嗯，没有他打戴维奇利亚的时候那个状态松弛啊，对，戴维奇利亚现在今年才29岁，嗯，对，正值当打之年，当时他俩是争夺诸神的资格吧，对，所以整个的状态很松弛，可是面对波球，其实波球更老一些，35岁了，对，但是这个年轻的杜托我觉得心理上这关还是很难过。刚才讲到播球的这 KO 率，我所指的就是他走出泰国泰拳规则下的这种自由搏击状态下的这种 KO 率，其实相对来说还不是说特别的高，对，但是他这种经验摆在这里啊，对，真的是包括我们看他的在场上的整体的反应啊，都保持得非常不错。睡觉On two. 好，第二局比赛。波球的力量还是很明显的。嗯，对。所以杜托没必要，杜托为什么要去跟波球拼拳呢？腿法我觉得也，波球看得也很准。啊，是。这个距离，刚刚是前手的一个直接的迎击吗？前手实际上是对打中了头部，对，倒地那个动作，波球应该是有。波球本来想补上一脚啊，这后来一看自己是控制了，因为确实对方三点支撑了。对，波球的这个力量还是表现得很明显。对。其实我想播球，粗略的再打过了一下播球过去的比赛，播球的比赛有很多人，又是一个前手，哎呦，哇，直接 KO 了，在3秒之前啊，张老师刚刚说了过去的前手拳，果然啊，又是这样干净利落的 KO， 对于播球来说不多见呐，是的，我真的是不多见啊。播球确实，而且是打一个、啊、是打一个身高臂长比他要长的呀。播球真的很不容易，能在35岁啊、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。对啊，不得不说廉颇未老啊。你看他的身体肌肉状态，几下脂肪状态。我觉得播球有几年也来中国参加比赛，我觉得状态非常低迷。对，这是第一个先生、第一个是打到了头骨的位置，哦，这个距离真的简直跳过来打的，哎呦，又是这个前手平攻，这个就不存在说打拳发力不发力的问题，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上去了。这个平攻是够不着的，先是伸开算是轮摆了。对，啊，国球还是，应该还是有一段。我真的一直觉得他曾经几年前那段低迷的时候，我觉得波球可能就是沉沦了。啊、后来逐渐打比赛，我觉得非常能找回这个状态。因为他状态最差的那几年，也是在于他的老东家也好，或者新东家也好，纠缠的比较多。是。波球也想过放弃，当时所以状态啊，肯定是，训练也保证不了。对。总之还是要恭喜波球，恭喜波球。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，红方选手在第二回合1分03秒 KO 获胜 ，And your winner， 波乔班恰梅。35岁的波乔依然有如此的威力。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，红树林创始人张宝泉先生，昆仑决创始人江华先生，昆仑决投资人王玉妹女士，昆仑决执行总裁罗维民先生，赛事总监托尼陈先生，以及
奥运会散打冠军蔡良禅先生、踢王诀创始人张银鱼先生为播球颁奖。好，让我们再次掌声祝贺播球又一次如此轻松地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现在还是在用实力证明啊，自己仍然可以在这个擂台征战。感谢我们各位颁奖嘉宾。谢谢播球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欢乐，希望播球能够常来昆仑决。一幕 What time is the film? What time is the film? When the film started? 什么时候上映？Remember, 播球颁奖礼。靠哈努曼，哈努曼，